因为我会希望说，其实平常型男大主厨就是一个合家欢乐，是在晚上七点的时间，然后是大家都很开心的，然后也是谢谢你哦。可以可以，感觉很像要唱歌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靠近一点就好了，可以的。对，然后我就希望说今天呢，很有诚意的把长辈请出来给大家。不知道那么远的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但这样看，你们听到太多了哟。对，然后就是也露了个后背，也希望说今天型男大主厨可以站上舞台，然后讲出我们的得奖感言。好的，我要转圈喽。这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希望我跟大家说，为了得奖，我们有去拜拜。其实我没有去拜拜哦。那但我觉得型男大主厨是一个陪伴台湾人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节目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我们的第三次的入围，上一次我们有得奖，而且刚好是11年前的今天哦，在那个时候我们拿到了金钟奖的奖杯。那当然希望今天我们还可以拿到这个奖杯跟大家分享，谢谢。好，那其实这次入围呢，非常开心，然后呢，相对一定心里想一定想要拿奖哦。那毕竟我们在这个节目已经16年了哦，那11年前得了奖，希望说今天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奖项再把它拿下来，谢谢。